说最早你是因为你家里爸妈不给你零用钱，对，所以你就很想赚，很想赚，很想赚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小时候的第一志愿就是离家出走。你家在哪里？家在台中。没有，因为我爸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人。所以那时候其实他们一个礼拜，你看像十年前往回推的时候，一个礼拜给我零用钱只有300元，哦，很少很少。你要坐车，你要吃中餐，你要可能晚餐晚自习要留着，肯定不够的，一个礼拜可不够。可是因为我爸从小的观念就是给我，就是你必须要好好自己在家里，就是你要回家，你要回家吃饭，是，那你需要省吃俭用，然后所有钱呢就是自己来，他想让你穷到没有地方去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高中其实就很叛逆，好叛逆，我还被留校查看。那时候我这样回想起来，觉得哇，自己好不孝，因为我就去赚钱，去做那种算那种传直销，比较门槛比较低的。年薪比吗？哇，你这么年轻就会传直销？没有，我做的更厉害，是以前3C 很强的，就是那一类型的。然后那时候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，我就拿回家跟我爸说，哎，我可以赚钱其实。哇！然后那时候，这点具体一点讲，你说。就因为这样做传直销赚了很多很多的钱，对，拿回去给你爸这样子好好的展现你的，对，是多少钱？差不多10万。哇，10万那时候很多了，啊、真的很多了。你才几岁耶？所以那时候我在填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就大高中时期，我在填那个第一志愿就是台北校区，就是离开台中。哦，到台北来生活是。然后那时候在台北其实也好辛苦，好辛苦。所以你刚开始也是做模特儿，然后一路到超人气网红。那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是，就是第一志愿就先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之后呢，就到了台北了，然后整个环境都很不熟悉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在打工，例如说做五十岚啊，餐厅打工啊，然后电影院。就服务业先做。对，服务业先做。可是呢，也是因为那几次的关系。我也告诉自己，就是我从来以后我也不帮人家干打工作了。可是那时候就是刚好有这个机遇，想要自己网络爆红哦。对，那时候就开始走进网络的世界。对，那时候其实是一个问一下，让观众朋友知道一下。我们知道说，哇，当什么电视明星啊、电影明星啊，赚多少钱，这个大家都听过。对，我们没有概念，我们听说网络上的明星 ，YouTuber 就网红网美，网红网美，他们大概可以赚多少钱？我觉得我不准呢，因为我个人听说的，就什么业配啊，听说嘛，差不多什么加一加60到80应该是一个月吗？还是年薪一个月？一个月。现在其实网络都是台湾的，台湾的。我可以拔麦了吗？60到80是低门槛的，60到80还是少的哦。你知道我在我工作就是之前 nobody 的时候，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小心在网络上爆红的时候，不小心就是无名，真的就是无名，不小心。然后我要讲我之前的过程嘛，就是我那时候不小心爆红的时候，我其实在5年内我就已经不小心存到1000万，很厉害。就那时候的等级，哇，哎，真的是年轻小朋友。假如你想要快速知道网红到底可以赚到多少，真的很 top 的就可以到这样。其实我们现场有一位是，他非常需要快速的跟你学习这一点，你赶快用简短扼要的方式教他。注意注意，如何快速吸粉？抖音哥，你很需要吸粉吸粉。有看抖音哥的 Facebook， 他很爱带狗狗出去玩，对不 对, 對, 對, 對？我觉得其实呢，假如你要如何吸粉这件事情，你要先放下所有的包袱。因为其实现在粉丝呢，其实非常喜欢自己是自然的感觉。那包袱一定是会有，但我的意思是说，我遛狗有不自然吗？没有，你平常在做的事情也自己剪、欸。你平常在做的事情，我觉得要再把它更精量化。例如说，你带狗狗出去东区，你只是拍个照。可是他要知道的是，你是多么的爱狗，你多么的喜欢狗，你在这些毛小孩当中，你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？过红绿灯的时候抱起来亲一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森田，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因为像抖音哥，他可能会拍一个自己一个过马路或看天空，对，然后这种其实不需要，因为这还是算做作，你就是要拍那种捡狗屎的特写，然后捡起来，让人家觉得哦，原来你也会捡狗屎哎，很生活化。对，生活化。这个我其实就有点想看。这礼拜我一定拍捡狗屎的丢在脸书上。对，而且通常我们拍一张，第一张就是吸引他们来看的好看的，第二张可能就会不小心放 NG 的，因为大家才会觉得 NG 的你不敢 po 手沾到狗屎之类的。NG 的反而会吸
或是你跟毛小孩，你都怎么睡？有时候啊，我这样抱着睡这类的，他们要看的其实是更贴近你私生活这件事情，就不要太刻意的。嗯、抱着睡，我是抱他们都睡这样子，就一边没有你那些照片、啊、你那些照片通常都只有我们看到啊，啊，你就是要找人帮忙，或者是自己立脚架、啊。我自己把手机夹准备好，早上起床的时候这样子拍啊，而且你要假装是不是你自己自拍的。那很难演吧？可以啊，你就是这样自拍嘛，之类的，之类，对对对，就是之类的。你是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其实现在刚好也觉得很大家都很重视这个话题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，因为是真的爱嘛，那你就再把这些过程更细腻的分享出来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天哪，原来大家想看这些东西，嗯，这个就很容易快速抓到粉丝，而且你不用去 say， 对，这就是你的生活。把你的生活展现出来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好了，人家都是男友的视角嘛，那你就是狗的视角。你的狗怎么看你？很有趣，每一张都是。狗怎么看你？其实也蛮有趣的啊。而且朵琳哥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泼到后面，我告诉你，其实呢，真正的商业就在背后了，搞不好就会有宠物的零食的商业合作，或是有时候狗狗的出鞋代言这类的，其实慢慢就会来。而且你又想要又喜欢狗的视角哦，对，很特别。对啊，我一哎，它很奇怪，平常叫不来，你知道吗？但我一坐马桶它就来，奇怪。那你就拍个坐马桶这样，不要曝光这样。我想真的有一些视角就是平常不会有的，你就把它展现出来。所以你知道25、26岁的时候，模特人之后就开始从脸书对粉专开始。因为那时候其实25、26岁开始在做脸书，刚好开通，因为那时候不是会限谁可以开通，谁不能开通嘛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我就自己一个人无聊，因为刚好去韩国外景，无聊就在那边直播，说来，我现在来到了什么店，跟大家介绍这个美妆，跟大家介绍这些东西。那我那天就想说，奇怪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叫我帮他买东西啊？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这么多，我只是碍于分享生活这件事情。可是那一天晚上，我就跟我朋友讲说，哎，好多人想要叫我帮他买，他说你就赶快用表单啊，赶快弄一弄啊。我说好，用。你知道我隔天哦，在韩国领了多少钱？我在韩国领了100多万的现金，去帮粉丝买货。那时候，其实那一阵子才是我真正创业的大转折。反正也没想那么多，就试试看，然后就是只是想，然后就给你做起来了。踹，对，因为那时候代购其实并不流行。你可能500，然后你就加个运费，加个好卖个980好了。Uh-huh. 我相信粉丝都是 OK， 因为真的还要提行李重，其实很辛苦的，是很辛苦的。对，可是因为那时候慢慢的就这样做，就觉得哇可以做，然后那时候又去泰国啊，又去韩国，我就每一个月就这样做2年。哎，我说有些代购太厉害了，他真的是什么跑什么美国啦、欧洲啦，直接现场直播啦，跟店家会商量好，直接说这个包包怎么样，好，待会儿要什么什么加急，代表是啊，这件衣服啊，这边比这样，直接就现场就网络人家就下单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那时候真的熟到哦，连那种 marketing 都会说，哎，还没上先播。其实我们就会变成是他的一种媒体平台，在帮他宣传。然后当哎看到我们的粉丝之后呢？粉丝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呢，他就会跟经销讲说，哎，你们有明星在介绍，很多很多厂商就会进货了，就森田就变带货网，对，有一点第一波的概念这样子，哦，哇强的呢，所以你后来自己还做电商平台哦，对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算是有点算买单一方向的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可惜哦，然后那时候觉得很多很多的员工，你不能说一次赚完。然后就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直接创了一个类似这样的平台，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，假如你更想要流行快时尚的东西，就可以到这边。所以就到现在，现在已经32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那时候做完之后，我们就做了电商平台，之后就慢慢做，从代购到平台，然后就到现在了。哇！大概整个流程就是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。也、yeah, 很多厂商的邀约、然后我们就会卖最厉害的东西以及最新的东西在这个平台上。那男生女生的就所有的都有精品都有。对、应该是说我们只有柴油盐米酱醋茶没有、很多人都问我说你到底是什么，我就会说柴油盐米酱醋茶没有，是，然后其他什么都有。
哦，哎，你这样一个超级大网红，你怎么穿一个袜子是都染色的，你还穿出来？没有，他这个是来来来，最新款，其实今年最流行，意外真的就是那种轩染的，它不是染色，它是轩染的。哦，是哦，我以为是袜子被染到色。对，就是厂商有时候会越穿越流行，所以现在妈妈本来你要丢掉的袜子，麻烦你捡回来，搞不好就会变成今年最流行的商品。对，自己。不只是走在目前，你自己经营，所以你所有的细项你都要自己盯。对，你会看报表吗？会，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其实呢，我那时候发愿就是说不帮别人工作之后，其实也创业这件事情，所有东西报表、商品的品管以及出货，一开始就全部一手包办，因为变成是有时候来的东西会有货运压到，那你就必须要品管。所有出货你必须要包装，甚至有一些破坏的东西，破坏袋啊、泡棉啊这类，全部都一手包办。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连客服都自己来弄啊，自己回答，自己回答，就说哎、欸、你好，就商品哪里瑕疵，好，立刻帮你退换喽。然后整个、這個、最累，这个最累，我就等于是我一条龙全部都包了。那时候一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哇，这样有办法休息吗？累惨了。我那时候很惨的，其实一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就变成是你几乎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，然后又要经营自己的 blog， 又要拍影片，又要拍照，都不能停的，就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对。嗯，真的很难呢。那这样，请问可以赚多少钱？有啊，5天5年1000万，哎，没有5年吗？那是做模特时期，就是还原到模特时期，是5年赚1000多万，所以等到后面就更多，可能要再多加一个零。但实际就不说，就再多加一个，真的很厉害，是真的哦，因为变商业模式了嘛。对，所以这本书也是告诉大家，所以说，哎，你看森田这个年轻人，他不用拍电影，他不用拍连续剧，他不用，他做这个平台，对呀，收入比明星要多。对啊，很多明星看着他都好羡慕，我们还混什么？是是。